在这个大男生组成的一个全新的男子组合，也是非常的年轻，很有活力。今天呢，在我们的音乐盛典也是第一次，他们登上这么大的舞台，跟大家分享他们刚刚出道来的故事。再次用我们欢呼声欢迎艾冠。非常的帅气，非常的有活力。不知道今天晚上他们第一次登上我们的五棵松这么大的舞台，会有什么样精彩的表现？同样呢，今天晚上有很多人气的我们的组合会在舞台上进行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串烧环节。来，让我们欢迎 FM。刚才说过了 ，MGM 是非常年轻组合，刚刚成立，应该有半个月吗？没有两个月，对，而且呢，可以说呢也是非常厉害，他们的单曲在我们的音乐微榜上一入榜就攻占了冠军。首先呢，请四位现在跟大家自我介绍，打个招呼好不好？来，忍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是我们的冰冰，我来自江苏新疆。OK， 四位呢都非常的帅气。他们呢，说实话，这个问题是不用问，你应该很了解。有一些，而且呢，我知道是第一次踏上年度盛典，会不会觉得会有压力？因为有很多的前辈会跟你们对压力。我觉得。有没有特别的话想对今天的主题在对话吗？OK， 再次谢谢我们 FM， 今天会在我们的开场吧，应该有非常精彩的表现，希望你们不要紧张，希望你们经常来我们的音乐台做客，谢谢谢谢，请到这边来签名。OK， 刚刚呢看到的是非常帅气的 FM， 现在跟大家要见面的，哇、哦、太厉害了，非常会唱歌的阿兰，欢迎。哇，蝴蝶升格了、欢迎欢迎阿兰。小怪，我求你了，你放在这儿。来，我们的小怪快帮一帮我们的精灵仙子。欢迎欢迎，阿兰曾经也在我们音乐大来宾给大家展示他遇到不同的一面，来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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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也太漂亮了，哇塞，要不要这样，我们先趁着我们这样去转一圈给大家展示一下，太美了，好了好了，哦，同学们 OK， 来先请阿兰跟大家 say hello。 Hello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音乐会的颁奖典礼，然后我感谢音乐台所有的对我的支持，我希望大家能够来多多支持我们的音乐会，谢谢。OK， 其实说到了阿兰啊，在上一张专辑中走的是这个都市风格，对不对？都市风格，好像最近在微博上看到你又有新的动向，说要重新出发，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以前的那些作品也好，然后后来的人也好，那它都已经是过去式了。那我现在回国以后，希望能够以一个新人的姿态，然后再次面。